小心！等一下！不要超过那个距离。对啊，他不是那跑去弄表，在游泳池那里。这个是吗？小青，下坡，小心！斜坡太斜了，没事。斜坡太斜了，有事吗？还好哈，还好，没事。受伤？来，什么？蓝色。蓝色。对。OK， 恭喜答对。啊。数字没有出来。数字先看。54。好。第二一关1-1。好，果然是个战士。慢，手受伤了。是啊。还好，我有算。你在算什么？没关系。这先乘，不是1310啊？减88。要小心。二，然后这边变42，42+6，48。正面的话，各位，我们规定一下，斜坡不准超车。好，斜坡不准超车。人家已经在前面的就不超车了，就让他警告了。对，斜坡不准超车。你以为是加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这边呢，出来应该是48嘛？对，对不对？他都拿去加了，是吧？他就拿了200多。128，哇，哎。数字不对，东西也不对了啊！我们心算，记不清，拼了。有没有那个？有没有点酒？点酒。130减八八，这是我算的。一三零减八八，怎么还会一四二？怎么会越减越多？130减88还会比较多。嗯，我刚才算到，我算122。哦，要122也错啊！130减。对，哪里错啊？130减82，然后哦，12减8，48，42+6，对，50，42+6，爸，48。紧张害怕当中，没想到他们可以拿得下来，是不是很害怕？这一关拿不下，对不对？嗯啊，对呀，黑队再下一城，来大步请唱，来大家帮鼓一步 ，OK 呀，你会溜，他们也有可能，他们可能闪到13.8，然后是我们被请直闪，来加油，跑很高，加油，来受伤，他用鲜血换来的，是。1-1-1-2-3-4，2800块钱。英国我们还没有去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品尝下午茶，坐下轻松喝英国茶，支付午茶费2800元。到底午茶费是要由哪一队来付出呢？黑队，三，他们好运，OK， 谢谢我们的2800块钱啊，五元啊，辛苦了，不要受伤了啊，血汗钱，啊。